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八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西方擴展，各位法師、各位居士，今日繼續同大家講西方擴展。咁大家請打開第二十一頁第七項，第七項，二十一頁第七項。或問學人雲何得離塵欲，得無障礙？菩薩曰：我將由小而趨至大，由外而趨至內，汝等當善解其意。有人於此無過而奪汝一錢，動親恨否？答汝一錢雖微，堅決則親，又無過而與汝一錢，生喜悅否？若一錢雖微，見汝則喜，有答汝一錢甚微，汝何足喜？絕無可親者。菩薩曰：汝能如是，心知清净久矣，何至今日尚寻俗垢也？汝等当知学人洗心不迷，见有见无，处处是着，念念皆贪，所以业色分持，无暂停息，即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顷刻归一，量由汝等于无量劫来，未常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故此尘欲亦从无此劫来，未常一时一日肯离汝心，生前心薄，今日尘妄，那得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故知欲断贪着，先从一前之语夺。作器舍观，作非有我观，劫不起亲，语不起悦，如是乃至八千万前，乃至亿亿万前，乃至过成妻典，乃至生肉骨髓，乃至过现在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前之语夺无异，自然杂漏消磨，将如永灭，渐理清净，成就道品，汝等当依此修行，勿更自如疾碍。咁大家睇下呢段开示，题目呢系作器舍观，不离尘欲。咁点样去舍呢？点样去得呢？舍得两个字，怎样去理解？咁睇下下面，有人就嚟问菩萨，佢话：学人怎样能够离开呢个尘欲呢？呢个尘就系烦恼嘅意思。点解用尘呢？灰尘系动相，叫纷扰扰相，而且系好多。咁怎样能够解呢个尘呢？就比如一束阳光，佢射过嚟嘅时候，你再透过呢个阳光去睇，嗰个灰尘系好多。咁灰尘嘅背景系乜嘢呢？喺动嘅灰尘里面，嗰个背景呢系不动嘅空，空就系不动，就系我哋妙湛嘅觉心，即系呢个真心。咁呢个尘就系虚妄嘅妄想，呢个尘同呢个空是一体。咁呢个尘即系呢个烦恼。有烦恼，因为我哋有欲望。欲望就系财色名食睡。咁喺凡夫嚟讲呢，追求金钱，追求女色，即系财。
追求到知名度，即是虚名；追求饮食，追求睡眠，这个是五欲。这些是一个烦恼，就是尘劳的五欲，就是将我们是住在这个轮回不能够出来的一个根源。所以修行呢，怎样能够离开这个烦恼五欲，令自己的身心都没有这个障碍？因为有这个烦恼五欲，我们的身心就不得到自由，我们的身心为了这个欲望去做奴隶，那为了这个欲望呢去奔波，我们都是被这个五欲这个烦恼贼呢控制住。那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身众身上，亦是一种可悲的一种现象。咁而家就将呢个问题呢提出嚟问。呢个问题呢係比较重要。关系到每一个修行人係点样用功夫。觉明了行菩萨就对呢个问题呢就去讲，就唔係讲大嘅道理嚟做呢个下手功夫。而菩萨就话，我而家就将一件小嘅事然后推到一个大嘅地方去。将由外面的然后再推到里面来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你们应该要认真这样体会到其中的意思。所以菩萨就问，如果有人在这里无缘无故这样抢了你一蚊，你会不会动一个嗔恨心呢？会不会嬲呢？那有人就回答，这一蚊虽然是少，但是看到人家来抢我这一蚊，当然我会嬲啦，亦都会起这个嗔恨心。那菩萨又问，如果有人无缘无故这样给你一蚊，你又会不会开心呢？回答就说，一蚊虽然是少，但是有人送给我，我当然是开心啦。那但是旁边呢又有人在这里说了，这一蚊虽然是少，给我我都唔会开心啊！如果抢我一蚊，我亦都唔会话嬲嘅。咁菩萨就根据呢个回答呢，就话啦：如果真系能够咁样俾你一蚊，你唔会开心；抢你一蚊，你又唔会起呢个嗔恨心。咁你个心就早已经清净啦。咁点解何故到而家你都系沉沦喺呢个五欲恶世里面呢？仲是烦恼重重咁样。咁实际上你仲系未曾到达呢个修行嘅水平。菩萨就话俾佢知。所以你哋应该知道呢，一个修行人对于内心嘅念头嘅控制同埋观照得唔细致，即系唔能够把握到自己嘅念头。佢基本上就系一个散乱嘅状态。散乱的状态就是无明、见有、见无，处处都是执着，念念都是贪心。那这个就是凡夫的心态。你说一个有，他就执着一个有；你说一个空，他就执着一个空。他是处处都不离开这个执着。你要说不执着，好，他就不执着那个不执着。那你就是没办法，念念都是贪。如果不学佛就贪这个五欲六尘，但是学了佛呢也要贪功德。他贪什么？贪读经书读得多少？你在寺院里面你捐了1000元，我要比你捐得更多，我要捐2000元。那这个都是要比较，那这些都是众生的心态。那这个色心是由于我们的业力是导致，所以叫做业色心。我们这个业色心在五欲六尘里面呢很奔驰很散乱，没一刻呢去停止过，念念都在里面分别执着计较。就好像这个禅宗里面讲，有人问禅师啊，你每日怎样修行的呢？那那个禅师就说，我修行人，我肚饿我就吃饭啦，攰我就去睡觉啦。咁呢个人就话，
哎呀，禅师，你呢个修行，我哋都系咁样喎。我肚饿我就食饭，我攰我就瞓觉。咁但系禅师就话，你同我唔同。你食饭嘅时候，你会千般计较，你会谂呢个饭系点样嘅，有冇营养呢？又啱唔啱我口味？你系会有咁样嘅计较。你瞓觉嘅时候，你唔系真系去瞓觉，你个心里面呢有好多心结，令到你瞓唔着。所以你嘅瞓觉呢、食饭都系有分别、有执着、有计算喺度，同禅师嗰种直心用事呢系唔同。所以我哋可以嚟证明一下，开始念佛嘅时候嗰、那个心态，即使你喺度念一句阿弥陀佛，口嗰度系念住阿弥陀佛，但系个心里面呢嗰啲念头呢仍然系向外面嗰度跑。咁呢个相信大家都会有，口念住阿弥陀佛，个心喺度諗，可能牵挂住其他嘅事，冇同呢个佛号呢打成一片。咁古人话呢个心心口不一，这个人的全心是很滑，他外表是装作修行的样子，口念就是阿弥陀佛，但是心里面就想了，他又想拔人家人家的和，因为他的眼看到人家种那些和种得非常之好，他的心就想着想将那些和偷过来，那口就念着阿弥陀佛，他就念阿弥陀佛保佑我将和偷过来，就是这样念。咁点解会出现呢个现象呢？佢嘅根本原因就系汝等众生喺无量劫以嚟咧，未尝曾经发过一念远离烦恼五欲嘅心。你冇发过呢个出嚟嘅心，咁有好多人都认为五欲就系我嘅幸福。做人点可以唔去追求呢个财色名食睡呢？财色名食睡追到手。追得多，这个才是成功的人生，才是我的成功人士。那他们认为追求五欲是正常的事，所以他就没有离欲离开厌离生死这个心。那由于你对这个五欲是爱牙，没有厌离这个心，而且认为是幸福的水源，那你成功的人生的表达，你认为这些这样才是你成功的人生表达。所以咁样嘅一个烦恼五欲，就系、是、无量劫以嚟咧，都冇一时一刻咁样，或者一日咁样离开咗你呢个心。咁你呢个心完全系跟呢个尘劳五欲咧打成咗一片。呢、这个就系凡夫嘅心，就系、是、有咁样嘅烦恼，有咁样嘅欲望，将我哋嘅身体咧捆绑住，将我哋嘅心咧亦都系绑住。就是这样呢走入这个烦恼铁网里面，而不能够出来脱离这个生死。所以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不息。那为什么无量劫以来都是轮回不息呢？就是这个五欲六尘。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它的真相，又不了解苦空无常，又不懂得去怎样厌离这个五欲六尘。所以就唔可以好似莲花咁样出于污泥而不染，係做唔到呢一点。咁呢个佛教呢常常都话莲花係代表我哋正觉嘅佛性，喺于污泥呢係代表我哋嘅烦恼同埋呢个五欲。咁我哋嘅莲花点解长唔到出嚟呢？因为同呢啲污泥浊水打成咗一片，就烂咗喺入面。只有我哋发一个大菩提心，我哋呢个正觉嘅莲花先至能够脱出呢个污泥浊水，意思就系脱离呢个五欲烦恼，莲花先至能够长喺虚空里面。咁莲花长咗喺虚空里面咧，先至能够散播莲花嘅香味，呢个莲花先至长得到出嚟。咁如果呢个莲花长唔出嚟咧？就在污泥浊水里面，这个莲花亦是成了这个污泥浊水。那它哪里有香味呢？那这个就是比喻，我们虽然有佛性，但是佛性呢是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我哋通身都系业力，通身都系烦恼，通身都系罪恶深重嘅凡夫。虽然系咁样，但系佛性呢系一啲都唔会减少。咁为咗令呢个莲花能够脱离烦恼嘅污泥，为咗能够令我哋嘅佛性从烦恼里面呢能够长出呢个莲花，所以呢就要去除呢个五欲呢、这个执着。怎样断呢个执着和贪欲呢？就是从呢一蚊开手，从呢一蚊下手。咁人哋俾你一蚊，或者抢你一蚊，你都着，你都当系一个弃蛇官，都将佢系弃蛇坐。咁呢一蚊系作非有我官，即系话唔系我嘅，都系作空咁样，都系身外之物。咁人哋抢你一蚊，你又唔会起一个嗔恨心。相反，人哋俾你一蚊，你又唔会开心。你先从呢一蚊呢做起，抢一蚊我唔嬲，你俾我一蚊我又唔会开心。咁如果你能够从呢个基础嗰度做好，乃至人哋俾你一百蚊，你唔会开心；俾你一百，抢你一百蚊又唔会嬲，乃至系一千万、几个亿、亿亿万蚊，都作弃蛇官。咁呢啲钱呢都系唔属于我有，你要咁样如如不动。咁乃至于人哋俾一个国家你做国王，俾你一个城市，俾你一个天之国色嘅妻子，俾你又唔会开心，抢咗去你亦都唔会生烦恼。咁对于自己嘅生命、自己嘅骨髓，佢要抢走你亦都唔会嬲，亦都唔会生烦恼。咁就系由呢个小推到大，由外推到内。外就系外边嘅钱财、国城、男女，呢啲都系属于外嘅。里面咧就系自己呢个身体，呢个系内，钱财系仲系外面。咁有时候财系可以成，但系生命咧系好难去成。而家就要将生命都可以成。咁有时候呢个色身嘅生命可以成，但系自己嘅知见，所谓心意识系写唔到。过去、现在、未来，我哋嘅第八色、第七色、第六色，我哋整个心意意识都作非有我观，作呢个弃舍观，乃至从呢个生死业报、无量劫以嚟嗰个善业、恶业嘅果报。都将佢弃成，甚至呢个菩提涅槃呢亦都要成，亦唔系话以呢个涅槃有一个真实嘅客体，涅槃菩提亦都作一个非有我观，作一个弃舍观。咁点解？因为佢系空，佢亦系如幻如化如梦如影。你将一切都舍，呢一切就从一蚊俾你。同埋抢你开钱，无论一蚊或者系八千万亿咁多钱，无论系我嘅身体，还系呢个心意识，都要做得平等咁样去弃舍。如果咁样能够做得到，能够观照成熟，知见正确，咁喺修行上咧就会踏实。咁有啲人话我看得破，但系放唔下。当你放唔下嘅时候，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的看得破，真正看得破就能够真正地放得下，真能够放得下就能够这样真实地得到自在。这个就是波野空位的力量，这个是金刚波野自然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消除了，我们修行的障碍那个因缘就会永远地灭迹，内的烦恼、外面的障缘都消失，我们的内外这样渐渐呢就清净。其实修行呢需要是修清净心，但是在我们的执着五欲六尘呢都是来来往往都是不定，那这个时候你讲什么清净呢都是没有资格去讲这个清净，因为念念都不清净，
所以都是从不清净的当下，由老实这样念佛开始，真正将这个无明、烦恼、习气全部呢都断尽，才至叫做究竟的清净。咁讲究竟的清净，唯有佛先至有。等个菩萨仲有一份嘅身上无明未尘破，仲唔能够讲究竟嘅清净。所以我哋透过一蚊夺唔生气，俾你又唔会开心，从呢度开始做起，由小做到大，就能够咁样渐渐咧成就我哋嘅道业，能够远离呢个五欲六尘。咁你哋要依照呢个嚟修行，唔好再将自己招致修行上嘅障碍。我哋了解佛门讲得舍，就从呢度里面咧去理解呢个舍得弃舍。作弃舍观，就能够得到离尘欲。得到离尘欲咧，得唔系话要得到啲乜嘢？咁佛教讲得无所得，由无所得，先至得到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讲得，就要同呢、这个就系、是、要得到脱离呢个五欲六尘，呢、这个先至叫做得。唔系你话要得到几多钱，要得到啲乜嘢，甚至系得到啲乜嘢果位，呢、这个都系唔啱。咁一切修行嘅果位都系以无为法系有分别。例如呢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呢个菩萨嘅正德呢个果位，系喺呢个无为法上面咧去修，先至知道佢系修到啲乜嘢果位，而唔系话喺有为嘅层面上嚟睇到，或得到啲乜嘢。咁有为嘅层面嚟得到啲乜嘢咧？得到越多，你嘅烦恼就系越重，轮回嘅就更加深，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无为法的层面上呢去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万中二日为菩萨诞生之神，众切共清受。菩萨曰：汝等以何物受我？皆曰：心以为共。菩萨曰：心是何物，可以持共？答曰：唯一自性，本是无物。菩萨曰：既然无物，谁知自性？能知成者，定有处所，可得举事。云何无物？答曰：实无所得。菩萨曰：语言无得，为是暂无，为决定无，中言意未对。菩萨曰：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一舌千言，毫厘千里，当知汝等言成言妄，说有道无，皆是起劣计较、推长卜道之心，以是捉我，根无所益，听我妙紧，至真无二心，至真无量心，心非一切心，一切性非心，随妄心不实，依真心强明，根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了心无处所，方便覆群身。咁我哋睇呢个开示，咁呢个题目咧就系话了心无处所，方便覆群身。咁呢两句咧都系觉明妙行菩萨呢个偈颂入面嘅两句说话，了达心无处所，就系觅心了不可得。咁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到咗呢个中季，即系万冬。咁万冬咧系属于初冬，入冬嘅第二日系菩萨嘅诞辰。咁大家咧就准备咗一啲工具，一啲供养嘅品，咁嚟供养菩萨做神。菩萨就问佢哋：你哋以乜嘢物嚟同我做寿啊？咁在法会嘅弟子咧就话：
心以为共，用这个心作为供养。菩萨就问，心是何物，可以持供呢？那你们看看，这些说话都是教化学人那些说话，叫做讥讽转语，是禅宗指归向上的说话。那菩萨就说，你们用你们的心来作供养，心是何物啊？你们可以拿这个心作为供养。那那些弟子就回答，唯一自性，本是无物。这个心唯一是自性心，自性的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物。这个就是有一些好像六祖慧能和华阳禅师一个对话。六祖问，你是哪里来的？那华阳禅师就说，我是从这个崇山那里来，我来这里拜见和尚。六祖慧能又说，什么物什么来，你讲你说来是什么物什么来，意思就是说是什么物呢？你怎样来的？你说来是什么物件来呢？这件物件是怎样来？那华阳禅师就回答，他说说似一物即不对，如果说好似一件物件就是不啱啦。来，我亦唔系呢个身体来，亦唔系有一个东西来，说好似一物即系唔啱。自性系绝代，讲呢就好似一样物，就已经系唔啱。咁六祖慧能就认为佢呢个回答呢系啱。所以菩萨话，你哋讲无物，既然系无物，边个知道是自性呢？能够知道自性的这种知觉的心，一定是 有一个地方。那你要找来看看，举出一下这个能够知的真诚的东西是什么，那能不能够举得到出来？那为什么说它是无物呢？那这些弟子就说，实无所得。那真实的这个是无所得。菩萨又追问，你们说无所得是暂时无所得，还是决定无所得呢？那你们看看，这些讥讽转语一落去呢，一时实际上这些弟子他们都未曾开悟，都未曾是明心见性，所以一讲到这个关键处呢，就没得去对，就没办法去对话。咁因为禅宗呢个讥讽转语呢，係当下现前嘅回答，一问一答，係唔需要啊等我諗下先，你等一阵。一諗呢就已经係错。咁所以喺呢做呢个法会嗰啲弟子呢就话，我諗下先，疑疑即係想諗一下，咁讨论一下。所以菩萨就唔认可佢哋认为呢个讲法，就话你哋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咁呢个就反映喺心性嘅里面，无决定就系冇啦，就系冇一件物。本来系无物，但系亦唔能够讲佢哋系断灭。佢能够发挥妙用，所以从俗世嘅层面来讲咧，佢系有，有则决定有。咁只要将把握到呢个心识嘅真空妙用，就能够把握到佢嘅本来面目，所以叫做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咁但系如果一旦咧涉及到你嘅纤毫嘅怀疑咧，呢、这个就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咁开始咧系争少少，但系最后结果咧就失于千里咁远。菩萨就话，你哋呢啲人讲乜嘢真诚呢？乜嘢系虚妄？讲话有，讲话无，都系你哋嘅心灭心，心灭心，靠呢个逻辑思维咧去计较出嚟，都系唔系真实嘅妙有真心。所以你攞呢个心嚟俾我做受，系冇乜嘢益处。菩萨话，你哋嚟听我呢个妙计。咁呢个偈颂呢
大家可以常常去参酌一下，就是说至真无二心，至真无两心，就是至极的真心，它是不二，不二的心就是圆融绝代，即是无上无劣的心，这个是至真无二心。但是真呢，它又无不上，它又能够产生这个妙用，又叫做无量心，心非一切心。不要以为心是有一个，那这个心本来是空，那没有一切的心，一切性就是没有它的体，亦不是心，心亦不知道这一个心。那实际上真心就是无心，那当然这个绕起来呢就很难理解。那但是要知道呢，诸佛的是无心，无心才能够是无不心，无为才能够是无不为。这样一个关系呢，你有心就是有这个造作，有造作就是有局限，无心呢先就是无量。你说我要除去这个妄心，这个说法是不真实，除去了妄心亦为邪。你说我要真正心去修行，这个真心是勉强一个名相的概念，那真心妄心都是不能够被它成立。你有真心的概念就有妄心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呢个对字，那对待都是不真实，一定要消除真和妄这个对待，才能够回到佛的境界。那南无释迦尊，真妄两不立，要达到心无处所。那你看看灵验经七处精心，七处心在里面，即是在外面呢，即是在中间，或者是根外面呢，那一切都是无，是无心。那了解到这个心是虚妄的相，它缘起的相才能够见性，见到性就知道如来藏。那这里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功德就法是很自然地现前出现，就能够善巧方便地去度化众生。所以一切功德要在诸法的空性里面生起来。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开示。是诸弟子咸在拜愿敬闻法要，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愿敬闻法要，方成解我语，善答我问。诸弟子，譬如有人为一人言，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是人闻言有智往否？咸曰：愿往。菩萨曰：汝不识路径，方云何？咸曰：有人指示，从之而行。菩萨曰：不可。可是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既从其言，则焉都远之又远矣。众曰：言则如何？菩萨曰：不竟得一走过燕京燕都之人，教示人曰：汝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帝所。诸弟子，此人所指有错谬否？咸稽首曰：无谬。菩萨曰：又譬如有人欲登万人之巅，九层之顶，当如何教之？咸曰：从彼至高。菩萨曰：言。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地上一级，方为正说。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语矣。又譬如有人，天子将命以观，说是人曰：汝愿为宰相也？小利也。知人云何相答？咸曰：必愿为宰相。菩萨曰：然。又譬如有人
盖于歧路，不知所从。有敏之者，子曰：自边极艰险，极曲折，不急便出头；自边极正大，极平坦，走去便得出头。其人受子，于是两边当走何路？咸曰：走正大，走平坦。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求我所问，具合正理，然汝等能明解我所喻否？咸哉拜曰：为谁开示？菩萨曰：善听，汝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而不识修行颠要，趣向无惧，如人欲往燕京，而不知路径者是。若遇邪师，教以邪法，如低都在北，而反指以往东向南者是，则其人虽终日行，而往无归宿，何由见自尊？何由成大道？今我所是弥陀净土，帝都也，信愿行三，勤加精进，终至往生，自从第一级至最上一级也。其登上品，是愿为宰相，不愿为小吏也。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若汝等不能深信，是舍帝都而吹边地也，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之贱也，背正大而求奸僻也。万人之山巅，九层之塔顶，非以所及矣，何成悲痛哉？咁我哋再睇下呢个开示，题目咧就系话四喻显正而法要。咁呢一段咧有四个比喻，佢系嚟显示呢个净土修净土嘅法要。咁喺呢一个法会上面咧，嚟登坛一班弟子，佢哋都反复咁样顶礼俾菩萨，佢哋咧愿意再听更多嘅佛法。就咁样咧，呢个就系叫做请法。光明妙行菩萨亦随顺众生嘅要求求法嘅心，菩萨就话：善哉善哉，你哋都愿意想听更多嘅法要，就应该用心嚟听我讲，嚟善于回答我提出嘅问题。菩萨用呢种问题嘅方式嚟开示呢啲弟子。咁第一个比喻咧，就话：譬如有人对另外一个人讲燕经，咁燕经咧就系指呢个北京。燕京系帝王嘅首都，北京从明朝明成帝以嚟咧，就定呢个首，就定名呢个首都。咁觉明妙行菩萨喺呢个基坛上面嘅时候，登呢个基坛嘅时候咧，就系明末清初嘅时候。咁当时嘅首都就系燕京，咁燕京咧系皇帝所住嘅地方，系富贵无比。一个人听到之后咧，系咪好愿意去咧？大家都话愿意去嗰度。咁因为天子住嘅地方，即系皇帝住嘅地方，叫做首善之地，就系而家嘅北京，所以大家都话愿意去。菩萨又问：但系你哋唔识去燕京呢条路，咁点样算呢？咁大家就回答：如果有人俾我指路，即系教我行点样去，我就听佢讲，就佢话俾我知点样去，我就点样去，要佢呢个方法，要呢个方向去走。菩萨就话唔可以，因为你哋咁样咧就太风险啦，太有危险啦。如果呢个人只俾你指咗一个方向，本来燕京系北方，如果佢指咗你南方，你向南方嗰边走，就走咗去广东啦。咁点算呢？咁又比如佢系指俾你向东面行，你系走咗去山东啦。咁又点算呢？
咁如果你哋对呢个方位都唔能够明白，就咁样轻信人哋指路嘅人所讲嘅说话，咁可能你离开燕京就越嚟越远啦。所以首先就要揾一个识得路嘅人，识得路嘅人即系一个方向嘅人系非常重要。咁如果呢个方向佢都俾你指错咗，真系南辕北辙咁样。意思就是你越精进，你这个目标就越远，所以就怕就怕是这个方向性是指错了。那么光明妙行菩萨就说这一点呢是很紧要，怕就怕你们修行人呢犯了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所以呢不可以这样轻易听人家讲指路，指哪条路给你行你就行哪条路。咁大家就问，咁点样算啊？我哋大家都唔识路，又唔能够轻率咁样听人哋讲，咁点算呢？菩萨就话啦，你哋要听嗰啲指路嘅人呢，呢、这个指路人佢一定係要讲得啱，同埋你哋一定要揾得啱先至得。咁呢个人係乜嘢人呢？呢、这个人佢曾经要去过北京嘅人，佢曾经去过北京嘅人，如果佢话你听，你就听佢讲，佢就会话俾你知，你哋需要去北方，去北京就向北方嗰边行，就能够直接到达呢个皇帝嘅地方。曾经到过北京嘅人俾你指路，你话呢个人所指嘅路有冇错呢？咁大家呢个时候呢就顶礼俾菩萨，就话啊明白啦。我哋要揾一个曾经去过北京嘅人，所谓过来人。咁呢个呢系第一个比喻。咁第二个比喻呢，菩萨又话，咁譬如有人想登万人之巅，一人就有百尺，万人之巅就系好高嘅山，佢要登上呢个山顶。咁如果一个九层嘅佛塔，佢要登上去最呢个塔顶，你话咁你教佢点样做呢？咁大家都话由卑至高，你要一步一步咁样由低走到高嘅地方。菩萨话啱，言即係话啱啦。古人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走一千里路呢都係要从你当下呢一步开始，所以呢必须从第一级走到第二级，先至上到最高嗰一级，这个先是正确的说法。如果说一步就能够达到这个山顶，一步就能够跨到这个塔尖，那这个真是虚假的说话，是不真实。这个就是第二个比喻。那第三个比喻就说，有人遇到天子，那天子就任命他做官，下一个诏书给他，给这个人，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做宰相呢？即是你愿意做一个小官啊？咁呢个人点样回答呢？大家都话咁一定梗系应该做呢个宰相啦。菩萨话啱，言即系话啱啦。咁呢种回答系啱。咁仲有第四个比喻，就比如有人喺歧路，即系三叉路口，分支系好多地方。佢不知所措，唔知道走边条路先至啱。咁有人呢就怜悯呢个迷路人，就指示佢，话俾佢知呢啲嘅路呢係好艰难好艰险嘅，又好曲折，你走过去呢都始终係走唔到出去，而且係非常之危险。但係如果你走另外呢一条路，呢条路呢係好宽敞好正大嘅路，你走过去就可以直接到达到这个目的地。那如果这个人受到这样的指示，这样的说话，在这两边这两条路，他选择走哪一条路呢？大家都回答话，那应该梗是选择那个走正大的平坦路啦。菩萨就赞叹了，善哉善哉，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都符合这个正理。
但是你们能不能够理解我所比喻的含义呢？大家都再三顶礼给菩萨，就说为谁开示，就是说我们从未曾了解到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知道是直心地回答菩萨的问题。菩萨就说，你们善听，认真地听我说和去思维，你们一向以来虽然是有求道的心，但是未曾了解修行的法要，所以走错了路，走错了没有根据的方向。就好像有人上去北京而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如果遇到邪师就教他那些邪的方法，就好像去北京本来在北面，反而被人家给这个邪师指导去向广东那边走，或者往南那边走。那如果这个人听到这个邪师的教导呢，虽然他每日都在走，就算他走得很精进勇猛，但是他的归宿他的目的地就越来越渺茫。他怎样能够见到至尊的皇帝呢？他怎样能够成就大道呢？所以善知识是很重要，因为善知识他能够指出一条正确的修行的路，即是正确的方向。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印光大师成日都说，他说我这个人是没有修行没有智慧，如果要讲修行就好像一个残疾人那样，一步都行不到，但是我能够在十字路口呢为大家指路，你去哪里我可以指路，就好像一个残疾人走不到路，但是残疾人他有眼，他明白哪一条路比你指一条路。那印光大师就常常都很谦虚地将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残疾人，我的功夫不够，但是我能够给大家指出一个正确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呢亦是从佛那边来，从以往的菩萨祖师那一面呢是继承这个正确的指路方法，所以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重要。那如果在这个末法时代对修行人还是指一条路，就说你要开悟啊，你要得神通，你要怎样怎样，如果这个这样道路呢指给你，就真是指错。就好像很多人念佛，他们念佛只是为了什么？为了想开悟。如果你将念佛指向开悟呢，这个方向就彻底这样指错了。念佛是应该指向往生净土的路才是正确，但是很多人念佛就日日都想开悟，要开悟，如果一旦开不到悟呢，他就完了。他是想一个得到一个清净心，如果想一心不乱，你要功夫成片，他们又搞错了。所以觉明了行菩萨就说，我在这里为你们指路，只是你们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法界的首都。法界的首都，那这个理念呢是非常重要，而且是真实，因为四十八愿是面对九法界众生，是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我们悠悠凡夫，乃至五逆十恶地狱的众生都能够去的地方。十方诸佛都是赞劝勉他们座下的声闻菩萨，他们的弟子都劝勉他们，你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是法界的首都。那于是这个首都里面的佛叫做佛中之王，阿弥陀佛是提供了一个首都的地方，只啱这个目标。那怎样才能够去得到呢？就是你能够信愿行三资粮，在这三个方面精进努力，最终就能够往生到净土。就好像爬山一样，
爬上这个塔，从第一级走到最上角一级。咁呢个咧系第二个比喻。咁第三个比喻咧，就系修呢个念佛法门，志向咧一定要远大。点样远大咧？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求上品上升呢个远大嘅心。咁就好似你做官，你一定要做宰相。 你唔好做一个小官，所以依照净土一法嚟修行，呢个系走一条正大光明嘅路，唔系走向嗰啲邪道或者系弯弯曲曲嘅道路。咁菩萨就再进一步咁讲，佢话：我就系曾经走过烟都嘅人，我有资格为你哋指路，因为菩萨喺我哋呢个世间呢，已经系往生到极乐世界。 而且咧，经常都翻嚟呢个世界，呢个娑婆世界里面。佢经常都，佢已经系喺极乐世界嘅人，所以佢系指路咧系唔会有错。如果你哋唔能够相信菩萨嘅话，唔去听其他邪师讲嘅邪法，即系修其他嘅宗教外道，但系唔能够话佢哋唔好，因为佢。 但系咧，佢哋唔能够解决到生死嘅问题，呢个就系好似首都你去唔到，你要到边地，去到偏僻嘅山区一样。咁呢个边地喺佛法里面讲就系八种障难之一，系冇佛法根三宝嘅地方，叫做边地。你写咗法王居住嘅地方，嗰个首都唔去，到咗嗰个冇佛法、嗰个万方嘅地方，咁你一世咧。 即系生生世世就完啦。你修净土法门就系指向有宰相尊严，而唔系得到一点小官嘅卑贱地位。虽然修其他嘅法门，佢有啲功夫，但好似做唔到小官，就好似你做小官最低嘅地位一样。但系你修净土法门呢，即系获得宰相嘅尊严。咁跟进一步嘅比喻。 呢个修净土法门呢，实际上就系佛子，就系成佛嘅继后继人，大成佛法嘅佛子。你一去到极乐世界呢，就成为阿弥陀佛。咁如果修其他嘅声闻法，而家好多人都喜欢修呢个四念处、七觉分，修呢啲。咁但系你修呢个四念处，得到一个初禅、二禅、三禅。 你就系算得到一个阿罗汉果，同成佛咧，都系相差好远。更何况呢个时代，你想要得呢个九次大定，系得唔到一个时代。喺呢个时代，你想得九次大定，系得唔到，或者你系想得到呢个初果，都系得唔到。但系修净土法门咧，系最高嘅荣耀，所以选择净土法门。 就系走一条正大光明嘅大道。如果你背弃咗呢个法门，走嘅就系一条好艰辟嘅道路。净土法门系靠信愿行，得阿弥陀佛嘅愿力加持，能够得到呢个大修行嘅利益，就好似坐电梯一样，你能够到达呢个塔顶上边。如果你系修呢个智力法门呢，你要得一步一步咁样爬上去。 走得非常好艰难，唔系你哋而家呢啲人嘅努力咧，可能够得到。所以离开呢个净土一法，你要选择其他嘅法门咧，系极为悲痛嘅一件事。咁呢啲咧都系觉明妙行菩萨吐干吐胆嘅肺腑之言，系婆心切切咁样用呢几个比喻嚟开示。佢开示呢个净土法门咧，系无限嘅殊胜，个利益。 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听觉明妙行菩萨讲修呢个净土法门系最殊胜嘅法门。咁我哋再睇下一个开示，众欲即前为修行偈，菩萨曰：汝等欲疾智同学，久聚不散，借绝世故，于衣食所从，不复为求人偈，故发此言。 以我观瞻，念头虽好，
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何以故？街头一饭，重间一宿，先佛道饭，若必直前而修，倘一不就，则与诸人终无修行之日也。又若然自无其知，将出自无法，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开自末世，不识礼仪，不具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真修道人生死念绝，断断不作是想，然更有一言，与诸人但执持正念，各各努力，是即不罪而罪。若身心散人，事无常行，是虽罪而实散，久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去闲思预计。咁我哋睇下呢个开示，题目就系生死心切勿预计，就系当下我哋要真为生死，唔好为咗修呢个法门，要嚟预备好多嘅条件。咁咧有好多弟子，佢哋上咗一个修行嘅方法，佢哋想积一啲田地作为修行嘅度量。咁菩萨对呢件事咧点样开示咧？菩萨就话：你哋呢啲人发大心，想一齐住喺，想住喺一齐嚟修呢个净土法门。咁长久咁样聚埋一齐，唔分开，借住呢个世间嘅事务，喺呢个衣食呢啲资身用具里边咧，唔再上去求人。所以咧就发出咗咁样嘅议论，咁呢一个计划，呢件事咧喺我嚟睇，你哋呢个念头虽然系好，但系毕竟咧都系贪恋尘劳，唔系一个清净之法，亦就系话菩萨唔赞成佢哋咁样做。点解咧？真正修行人唔一定要喺呢个田地。资身用具上面咧，去作一个预备，作一个准备，就是街头一饭。咁对修行人嚟讲咧，托钵重间一宿，住喺坟墓嘅地方，呢个系先佛道饭。佛当年就系咁样，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如果你哋认为必须要有田地先至能够修行，你哋计划呢啲资身嘅用具或者田产，咁如果其中有一样唔能够成就咧，咁你哋系唔系你哋呢啲人就唔会去修行咧？所以呢句话咧系乜嘢意思？意思就系话修行人要将呢啲外面嘅嘢要舍弃，依赖外面嘅条件越少，自己就越自由。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托钵的制度是很清净，他们不需要去种植，也不需要去煮饭去洗碗，他们这些都是不需要，只要到吃饭的时间就去托钵，能够托到的就托就吃，托不到就坐香。他们托钵怎样呢？托七家，托第一家托到咧，你就去翻去食；托到第七家都系托唔到嘅咧，你哋就系翻去，但系咧就冇得食咧，就唯有坐香，就唔需要自己喺寺院里边或者系柯兰若里面咧设有呢个厨房。咁呢个托钵嘅制度系先佛道法，系一个非常好嘅制度。咁但系咧好遗憾，喺我哋中国咧就冇保存呢个制度落嚟。所以我哋寺院里面咧，仲有一个大寮，即系厨房，甚至咧仲要搞一个小寮，一日到晚都要为呢个食饭去忙。咁寺院搞呢啲，我哋仲要去做乜嘢？结一个大戒，仲要结一个净地。如果唔做呢个净地咧，喺戒律上咧就唔啱。佢真系为咗生死嘅人咧，要仿效佛陀呢个道法。
尽量咧将呢啲依赖嘅条件降低。仲有人话自己冇钱，一定要去冒化，去冒化一啲钱嚟修行，咁仲更加唔可以。冒化，你睇下，菩萨嘅呢个问题咧系有好严谨嘅态度。菩萨话：释迦牟尼佛一代嘅时教都冇冒化呢两个字。一个出家人离唔开名利，一日到晚去冒化，咁成何体统呢？咁实际上一个出家人首先嘅本分是放喺呢个道业上。当你嘅福德智慧修到一定嘅程度嘅时候呢，人哋就会对你非常推崇，就会嚟供养你。咁呢个时候呢，你用呢个慈悲心俾众生做一个福田，令佢哋得到福，已经系一件好事。但一定唔能够主定咁样去化缘，化缘呢系唔符合佛制，系唔符合佛嘅制度。咁呢个正系由于末法嘅时代，嗰啲唔识礼仪同埋唔怕因果、唔识得廉耻嘅人呢去做嘅事。咁大家你哋睇呢啲话讲得都系非常严厉，所以就话俾我哋知，呢啲修行人，我哋出家人呢唔去化缘，因为咁样做呢将我哋嘅真格呢就搞到冇晒。我哋要深信因果，深信佢系乜嘢呢？释迦牟尼佛曾经向我哋做咗一个承诺，佢点解喺人寿100岁嘅时候就喺80岁入灭呢？佢要留下20年嘅寿命嗰、那个福报留俾末法修行人。只要你真系真心去办道，佛嘅毫光就有一束嘅毫光供养末法修行人嘅道量。只要你真系真心去办道，就唔会饿死，亦唔怕呢个地球只系有一掌嘅田地。修行人都系唔会饿死，所以你只要真心去办道，就唔怕冇道量，人哋自然咧就会供养你。但系你冇道心咧，主动去化缘，就真系不知廉耻。所以我哋一定要坚持呢个原则。真系修行人佢嘅生死嗰个念头咧系好恳切，系切唔可咧去化缘做呢个行为。咁而家呢种行为变成点样呢？而家出现有好多假和尚，佢确实真系假。佢哋上门，上门点啊？敲门，敲在家人嘅门。佢哋话：啊，我要建一个寺院啊，我要做佛像。佢哋着嘅系出家人嘅衫，佢系演一个比丘相，或者系比丘嚟嘅相。佢哋每家每户去咁样去敲门。咁大安法师咧，亦都听到一啲社会人士话，人哋对出家人咧已经好反感，因为有啲居士咧喺屋企睇紧书嘅时候，咁有人喺度敲门，原来系一个和尚。呢个和尚就话：我想要化缘，我要点样点样。咁呢个居士听到咧，真系好讨厌啦，冇办法就俾咗100蚊佢，就将呢个和尚咧就打发咗。咁在家人已经对呢啲话咧听得好多，亦都讲得好多。咁大安法师同呢个居士讲：如果有人嚟敲门化缘嗰啲和尚，绝对唔系真嘅和尚，你哋可以唔俾钱佢，因为呢啲都系假嘅行为，呢啲都系假和尚嘅行为。咁仲有啲喺大街小巷嗰啲咧，都系咁样做。咁实际上，政府咧应该要管制一下呢啲假和尚化缘，实在太多，对佛教嘅形象咧系有极大嘅损害。咁呢种事咧，唔单止系国内，已经蔓延到国外。咁有一年，大安法师去到呢个马来西亚，咁马来西亚有啲居士就话：哎呀，而家好多嗰啲大陆出家人嚟到我哋呢度马来西亚化缘，佢哋喺大街细街嗰度化缘。大安法师话：呢啲绝对唔系真嘅和尚。佢话东南亚嗰啲人咧，嗰啲华人对出家人系比较恭敬，咁呢啲华人见到出家人咧，托钵
佢哋都会俾钱。咁可能佢哋喺街嗰度托钵咧，可能托啲钱系多一啲，所以咧好多就系托喺街嗰度托钵。咁所以话呢啲系假嘅和尚，佢哋利用呢个旅游签证半个月嘅机会，就去到马来西亚嗰度，就喺度外半个月，喺度化完半个月，就再翻去中国。翻去中国之后一段时间，又再去搞签证，又再去化完。咁搞到人哋咧已经系好反感，政府都喺度关注呢件事。咁点解有啲部分嘅中国人，佢哋点解咁唔知廉耻，将我哋出家人嘅形象都败坏到国外去呢？咁呢啲实际上真系令人痛心嘅事。所以我哋系唔走呢个化缘嘅路，宁可饿死我哋都唔化缘。即使系要见寺院、做佛像，就系随缘。随份随力，有就做一啲，冇就等姻缘。唔一定要做好富丽堂皇嘅寺院，唔一定要做好大嘅佛像。咁呢啲都系众生嘅共业，善业所感。有姻缘你就做，冇姻缘你就放喺持戒念佛，守好自己嘅本分。菩萨就开示：你哋呢啲人只系执着。执持呢个正念，就捉住眼前呢一念，放喺阿弥陀佛嘅名号上。每个人都系咁样努力去念佛，只要咁样做，你哋系唔系聚埋一齐都冇关系。只要大家都能够真诚咁样念佛，就算每个人喺翻自己住嘅地方，或者喺屋企，或者喺寺院里面，自己喺翻自己嘅地方。都冇关系，虽然表面上系冇聚埋一齐，但系你哋都能够执持呢个正念念佛，呢个叫做不聚而聚。如果你哋嘅正念唔能够完全，个身心都好散乱，好放任，做事又冇长远心，即使你哋聚埋一齐，实际上个心都系散咗去，呢个叫做聚而不聚。佢修行人呢？就是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呢，就应该随自己的本分来做事，随自己的因缘时节来做事，不一定要去计划要去搞什么田产，去化缘化些钱。那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你会那时候可能心散，就不是用功，又搞下间屋啊，又搞下呢样，咁呢个叫做闲思如计，系冇咁嘅必要。咁就系我哋对做事一个心态，呢个就系洒脱，呢个就系随缘，先至能够真正咁样得到利益。包括我哋做一个道场，做一个佛事，都系要有咁样嘅心态嚟做。否则咧，如果样样都要勉强，就好辛苦。最后的效果都是做得不好，所以呢大家要保持正念为主，总之呢就好可以了。就是说大家正念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正念呢就是非常之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开示。菩萨又告众曰：汝等类生前世妄，念头不得干净也。我有一法，汝但发过远离求道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换却奔走灵明之心，即能便能即尘劳而觉劳远。咁呢个题目咧就系话发愿心求道之愿，呢、这个仍然系讲呢个发愿嘅问题。所谓修行要务，立愿为先。我哋建立大愿呢，首务之急系乜嘢？就系发愿。菩萨向咁多个弟子又开示，菩萨话：你哋忧虑自己嘅身，还系纠缠喺呢个世间呢个网里边。意思就系、是、你哋在家居士，上有老，下有少，又要谋生，又要养家活口。
有好多烦恼嘅事务要去做，所以就担心自己念头咧唔得干净，冇更多嘅时间嚟念佛，有咁样嘅一种忧虑。所以菩萨就开示佢哋一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就系、是、你哋只要发一个愿，发乜嘢愿呢？要远离娑婆，求佛加持对我嘅愿。呢、这个烦恼为菩提，世间嘅事系好多，非常复杂。你想做完佢，做完世间嘅事，你永远都做唔了。如果有道心嘅居士，觉得屋企嘅事实在太多，太麻烦，恩恩怨怨，人我是非，咁样咧真系好麻烦。咁但系烦恼里麻烦里面咧，你就感觉到呢啲系我哋嘅业力所紧。我哋有呢个身体，就只有为呢个身体去操劳，就只有要吃喝住行。咁如果结咗婚，就有一个家庭，有子女，有家亲眷属。咁呢啲子女、家亲眷属，可能系有善缘，又可能系恶缘，又有冤亲债主，咁有乜嘢？总而言之咧，系错综复杂。咁于是人际关系咧又复杂，所以咁样俾你系好多麻烦，唔得清净。咁点样办呢？你想要远离，要厌离，一定要下一世，唔好再喺呢度人道里面，唔再纠缠呢啲人我是非，唔好再有呢啲恩恩怨怨，唔再要有呢啲功名利禄。咁你就要发呢个愿，发一个愿咧，个心系好坚固嘅愿，一定要投归呢个极乐世界。我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当你呢个心强力去发呢个愿嘅时候，就会有一种转念嘅能力，就系你个菩提心。当你呢个菩提心发出嚟之后，本来分就系世间功名利禄嘅心，你就会转变为广身去见佛嘅心，将佢转换。至少你喺呢个念头里面咧，你有呢个愿离娑婆，求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嘅心，占一个重要嘅地位。咁临终嘅时候，你嘅愿力最先咧系显现，往生咧就好似箭一样直奔去极乐世界。呢个就叫做即尘路而觉路。尘路咧就系呢个烦恼五欲烦恼我哋，呢个系凡夫众生日常生活当中咧，边个都避唔到。咁在家人就系要走入呢个尘路里面，但系呢个尘路咧，你能够要知道，能够生起一个厌离心，能够将呢个观空，能够转换一种求往生嘅念头，这个就是即尘路而觉路，即是烦恼为菩提。那就看看我们的念头怎样去转换。这个呢是要靠大家发一个好积极的心，我一定要求生去极乐世界。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真是苦，烦恼真是了不到。五欲六尘将我们缠缚在这个世间里面，生生死死都是解决不到，唯有发一个积极的愿，我今生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唯有发这个积极的愿呢，你才可以将你这个一生里面转换。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当作何方便？菩萨曰：汝但识上定虑，随随念去，要使声合乎心，心随乎声，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绝照，正入念佛三昧，言平日必须多年，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则根气最易成熟，若强之使一，终不一也。是达本于座下，不复言念数声。菩萨曰：如是如是。咁大家睇下呢个开示，题目咧就系色想定虑，心声相随。呢个开示咧
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念佛的功夫。念佛的时候要将想，就是妄想思虑，这个妄想思虑呢就是第六式分别的妄想，第七式是那种思虑的执着，要将它放下。然后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念佛的心和声音要互动，要相随。有人就问，念佛呢不能够得不到一心，我念佛好难一心，好难清静，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令我呢念佛的时候得到一心。那这个开始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光明妙行菩萨就说，你要念佛就要识想定虑，要放下万缘，一念单提这个佛号。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内心当中呢要将所有的事务所有的东西全部放下，不要去接电话，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亦不要去做公司的领导。那你要知道，没了你地球一样会转，你将一切放下，然后个心呢很安详，随随这样去念。随随呢是代表个心和个声音很安详，很平稳地念这一句佛号，念念默默，不要念得那么粗莽，不要念得这样那么激情，要将这个音声呢跟我们的心是产生一种互相连接，要感觉到这个音声当下这个心就在里面，你能够听得清楚，这个佛号就是从心里面呢出来，由口发出的声音再从你的耳根再听回入去，那就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个就是心和声音相随在一起。如果不相随在一起的时候，你听得不清楚，就讲明你的心呢就跑了去。心和个声音相随，这样念得耐了呢，自然你的妄想你的杂念呢就越来越少。那这个佛号好像是清水那些水珠一样，令我们的杂念妄想呢渐渐这样澄清。那能够念佛的心所念的境界就好像孤名历历这样，然后直接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都能够打成一片，就能够契入到念佛三昧，能所一缘。到念佛三昧的时候，亦就是不移半步，自然乜嘢？自然金地涌出四色莲花，四色的金莲，当下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阿弥陀佛处处说法，莲花呢朵朵开放，这个就是念佛三昧的境界。还是平时呢一定要多念，必须要多念佛。咁多念佛号呢所谓多多益善，所以你每日能够念几万声佛号，就好像咁样呢就是一个好嘅现象。你从几千念到几万，咁呢个心同你呢个佛号呢係唔间断，咁样我哋嘅身心收到呢个真气呢就容易成就。呢句佛号係清净，係佛嘅境界，係真如，所以这句佛号呢你提起来就是真如分无明，无明就会在这个真如光明里面呢慢慢会消散，我们的身所以我们的身心呢就能够好似香光庄严一样。以这个佛号的功德是分集我们业色的心，亦能够吹向佛号的功德，所以这样这个就是念佛的问题，这个念佛功夫的问题。念佛亦要讲功夫，功夫是我们水滴石穿的产物，要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声佛号累积里面来这个功夫，这个就是顺缘行当中的行，这个行门里面的功夫。
你去念佛的时候，开始不要讲话，我一定要得到一心不念。如果你想求一心不念这个念头呢，亦是一个妄想，你都不要有这个要求。你求一心，最终是得不到一心。所以这个念佛，你是要做功夫，那叫什么？叫水到渠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有捉住你当下这一念，在这个佛号里面，个心同埋个声音相依，要念得清楚，听又要听得清楚，将数量呢念得越多越好。你就是做这个耕耘的工作，咁慢慢你呢个心呢就越嚟越清净，慢慢你嘅功夫呢就成片。如果你嘅佛号念得非常清净，嗰个时候呢就得到一定嘅程度。嗰个系乜嘢？系轻安嘅法器。咁如果再推广去大呢，喺功夫上，功夫里面我哋嘅自性清净心嗰个力量呢亦都系非常大。就好似大势至菩萨一样。咁乜嘢叫做大势至菩萨呢？就是通过这个执持名号，将我们的心打开，内心就有大的势力。那这种大的势力就能够穿破这个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那直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见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就是自性的天真佛，这个是心性大的势力所导致。这个不是勉强去求。菩萨讲这一段开始呢，讲完之后，那当下当时我的答本呢就是坐下，突然间念了几声佛号，他是很震惊地很振作地念了几句，就好像晴天霹雳地念出这几句佛号。这几句佛号是他至诚恳切心感激的心念出来，菩萨就给他一个认可，就说如是如是，你这种念佛是非常之好，所以这个念佛要灌注我们全身的力量，不是分分沉沉这样念，或者是油油泛泛这样念，有气无力，即是有气无力这样念，要集中精神，要集中我们全部的心力去念，才有这个感应道交的力量。这个呢是菩萨教大家是怎样去念这个佛号。首先呢，大家要提起我的心念，我现在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每个字呢慢慢起步的时候，或者大家不需要急，慢慢念，念的时候用个心念，个口念出来，个耳仔听得清楚，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同埋呢，我哋念得唔好急，你慢慢纯熟嘅时候呢，咁你就会明白到，同埋呢你会睇到呢个佛号出嚟。如果能够大家用时间慢慢去咁样去练习嘅话呢，就唔需要话好急要练得快。有啲人呢练练下练得好快，因为得个快字呢只係听到一个佛佛佛听到佛。我哋就唔系咁样练佛。我哋练佛嘅时候要清楚，要明白，同埋最紧要我哋自己睇到呢个佛号，同埋我哋听得清楚，你先至知道明白自己喺度念佛。或者大家都好简单，大家用一个手珠都可以。你念一个手珠，如果你系一条手珠十八粒定系廿一粒，我唔记得。你背一条手珠里边，你每一念一粒嘅时候，你就拨一粒。你念晒呢个手珠嘅时候，你可以睇得到。网上多定是你这个念佛多呢？如果你是网上多的时候，你一面这个手珠拨晒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念晒佛，那个网数很多。所以呢，我们是由慢开始，慢慢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慢慢去念。那有些人说四字得不得？四字都可以，四字都是可以念，但是我们就不要急。一急的时候呢，就起了一个躁妄的心，即起个躁妄的心呢，你念念下你就不愿意念。我们呢最好是，或者你是可以跟着晚上各个音声慢慢这样念，慢慢念到纯熟的时候，你有把握的时候，你就可以念快一点。
但我哋一定唔可以念得快，因为你一念得快，一定会系错妄。一错妄嘅时候，你就唔会念噶啦，因为错嘅令到你心情咧觉得念法好好烦恼。但如果我哋慢慢念，好似唱嘅音声去念咧，你念得到嘅时候，你就会对呢个佛号咧有咗一种兴趣。再继续念落去嘅时候，你就慢慢会睇到呢句佛号出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会更加好，越嚟越中意念佛，就觉得系念佛系不可思议。咁曾经有一位居士问过佢话：夜晚发成日发恶梦，如果发恶梦点样呢？大家每晚瞓觉嘅时候咧，或者系念佛念十五分钟，或者系念三十分钟都可以。同埋大家最好咧，唔好食呢个五辛。五辛系乜嘢？大蒜、细蒜、洋葱、蒜头、韭菜、芫荽或者系葱呢啲咧。因为你哋夜晚食嗰阵时咧，或者在家人觉得系好香啊，我哋出家人觉得就真系好难闻。但系你哋夜晚食嘅时候咧，嗰啲鬼就好中意。你晚晚食，晚晚啲鬼就嚟舐住你个嘴，变咗你晚晚同啲鬼一齐瞓，嗰啲鬼吸你嗰啲精气啊！如果长期咁样咧，你个身体会好弱。所以咧就话，你夜晚嘅时候又好，日头又好，尽量唔好食呢啲五辛，因为五辛对我哋身体，或者系西方嗰边讲话，你食得蒜头诶咩？食呢啲洋葱啊，杀菌。如果真系呢啲系可以帮到我哋身体，细菌就唔会结界，就会结就系呢个界。我哋出家又唔可以食呢啲五辛，因为点解啊？呢啲五辛咧，如果熟食就系一个生食系一个嗔恨心，熟食咧就系一个淫心。咁变咗咧，我出家人系唔可以食呢五辛。同埋咧，你夜晚食嘅时候咧，一来会容易做恶梦，因为好多鬼咧嚟搵你，同你相随啊，晚晚陪你瞓。咁所以长期咁样咧，对你身体又唔好，同埋咧你成日发恶梦咧，对你嗰个精神都系唔好。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夜晚你就唔好食呢啲五辛，尽量咧系将佢减少。咁同埋咧，或者你瞓觉嘅时候，瞓觉之前咧念佛念半个钟头又好，或者系念十五分钟都好。咁如果大家可以嘅时候，你念佛之前咧观想阿弥陀佛。点样观想呢？睇住阿弥陀佛一张相，望住阿弥陀佛，咁系咁对住阿弥陀佛念。你念念下熟嘅时候咧，你眯埋眼都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咁。大家用一个咁样观想嘅方法，当你瞓落床嘅时候，亦都系观想阿弥陀佛嘅毫光，八毫一光放光，就照住我嘅身边。每晚都系咁嘅，你每晚瞓之前都咁样去观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眉中眉间放光咧嚟照住我，咁样咧你瞓觉咧就好安详、好舒服，同埋咧你一路念住个佛号。当然我哋瞓觉念佛嗰阵时咧就系唔好出声嘅，喺心中念。但系你观想嘅时候咧，可以用你嘅心、你嘅心意识去观想阿弥陀佛同埋西方三圣放光嚟照住我，咁你一路慢慢念住佛咧，咁一路瞓咧。是好安详，是好舒服。咁样呢，因为我临时有啲事呢，就要去台湾，要去十几日。咁所以呢就暂时要停三个礼拜呢，西方确实要停三个礼拜。到十月三十号我先至继续同大家讲呢个西方确实。所以呢就是连续停三个礼拜。到时呢十月三十号先至再同大家继续讲，上来所说已尽，乡下文长付于来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